他碗里有虾饼。吃饭了。来了。来，今天吃荞麦面。我想吃你这份，你这份能更多。都一样的。你这份更多点好吗？帮我去拿个辣椒油来吧。你自己不会去啊？啊，我今天做饭给你吃，你帮我拿个东西也不可以啊？哎，别动我的啊！来，不问不问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呀！吃饱了吗？嗯，吃饱了。吃饱吧。哎，我荞麦面跟那个虾饼呢？我知道了。哦，有盐焗鸡。好想啊，醉把馋不住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吃饭了，来，你是看不见的还吃荞麦面皮啊？我是看不见的。确定了？嗯。好、哦、吃了吧，吃吧。哎，怎么直升机红了呀？有人